这样不行，等下这个。哎呦，卡在筷子上。对啊，卡在筷子上，因为它重量很轻，很轻，爪力很够，但爪力很够，是要抓超薄。肯定要抓超薄。好啊，那继续玩。相信你可以的。哎、欸，差一点，他开始转爪哎、欸！转对我很奇特哦、喔，居然转爪、欸。转转，然后不停。还是你家这边？哎、欸，坐坐坐。他是谁？全集中，水の呼吸，十一の型。就是个摆饰这样子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很可爱。哦，它这个真的。哇，出货嘞！这才真的很甜呢，真的很甜。换你试试看。换我为什么？不要你就玩啊，我还好。他不能甩是不是？不好甩，好借我。有有有有有，一堆一堆。哎呀。可能要把它放成横的，纵向的是没有办法的，不会捏到它。我没有捏到它。哎呀！这样也不行。就是把它摆当那种有点竖起来的，可能就没有办法。哦，然后就抓屁股，底下卡撑。这只给你，但就不会花太多钱去研究。那现在不算拖它吗？对，不算。它现在不算拖它，所以它都要用粉的。这样其实粉没有用，那就把它拉过来一点也可以。两根呢，三国鼎立了，两二国鼎立。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局呢？哦，打屁股，出啊！有人在追，那不是要出？你刚刚不是早上已经去卖土地公了吗？好，哎，刚刚让我们出货。好了，出货了。哦，懂你这根不容易，这根不容易，这根不容易。你要出别物哦？好吧，你那个先出好了。不然哪一排？啊，不行的。大一点。现在用抽的哈。好。去别边了，去别边了。哎，可是没关系，刚好挡好啊。这个车车是你要打的。哇，好棒哦！哎，你在打什么？对，我本来想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抽过来这样子。哇操，优秀！有可以甩嘞，如果你接得到的话。哇！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嘞？
礼物都还没出哦。哦，他去后面，去后面了，所以你要说他很薄哎。真的，我们是要打车子。差一点，这个捡起来。哎，奇怪，我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没关系。眼苍苍，视茫茫。哎呦，是不是跟你讲电话断中毒之后，你就开始情绪很亢奋？还是因为它后面恐龙背景，你太害怕了？出货啦！哦，后面有恐龙，完全没有看到哎。啊，不就点点菜在后面？对，在后面，所以你打了短暂心情嘛。好可怕。错了，这么一个眼，哎、欸，鬼灭的手铐哎、欸，可是那个已经把挡物都打完了，对，把挡物都打掉了、欸，还有机会吗？嗯，然后打打看这个，但是背景又有田园菜在，这把应该压力很大吧？好，来，丢进去，鬼灭手铐哎、欸，老公，怎样？靠谁？田园菜有特殊癖好。你闭嘞！好，这就哇！这怎么一回事嘞？我们其实要打的就是这个，除了车子之外，就是要打这个鬼灭的手手铐出出啊！哎呀，他差点弹出来耶！对啊，好可惜哦。嗯，这可不可以？先下来挡一下，好挡好了。你也没有下爪点了。对啊，我也没有下爪点。你是打一些，想再打一台车子。好出，哎呦，有哎，可以出哎。超油。哎，你趁这时候打下面那个，上面会被它压住哎。我收不到啊。还回去，放的一模一样哎。还是你不要打手套了。你要试试看吧。我可能不太行，这不是我的擅长。不是，他现在不容易下爪，因为刚好太靠旁边了。好，那我打打看。甜菜说我手抖。为什么你有会哦？那该怎么办？目前已经。捡完了。甜菜甩进去了。刚好在他的头那边。我的头啊！喜欢我的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还要看爸爸的频道哦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小鬼灭之刃。哦。五一个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老婆大喷发了。可是我很想讲。大弟弟，大弟弟，大弟弟。我看看。要我老干嘛？要我老干嘛？要我老干嘛？哦，又掉了一个。